来吃饭了，来了。今天给老婆准备了惊喜，这么大一盘，里面是不是好东西啊？哎，怎么是生菜哟？这生菜叫我怎么吃啊？老公，这个生菜适合你吃，营养又健康。适合你吃，美丽又大方。还适合你吃，瘦身又健康。适合你吃，皮肤水汪汪。哎呀，拿来吧你、啊。哎呦我的妈！面条才适合我吃。那这一盘你不吃呢？有面条谁还吃那生菜呀、啊？哇，真香！哎呀，还是这个沙县拌面吃得过瘾。你送到这盘你不知道哈，这个人哎呀，又打我！哦，想拿骨头套路，等下要你大吃一惊。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啊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妈真香！哎呀，选一个吧，我就选这边，选这个。这边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骨头。没事没事，你吃吧。那好吧，你这也不错嘛，沙县拌面配四个鸡蛋。他怕是不知道盘里还有大鸡腿吧？我要开吃了啊！我这里面有个大鸡腿，等一下，我鸡腿呢？我都跟你说里面只有骨头。啊！老公准备了只烧鸡，吃饭啦！来了。哇，今天有烧鸡啊？嗯。
哎，你先吃面吧，等一下我会拿给你的。我不要，不给你吃了。嗯，来来来。哎呀！嗯，吃好了，赶紧剪一下啊！